我的手机刚刚一直接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号码，然后我特地用百度去查了一下，是一个公安局的号码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接一下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，好像接通了，等一下。喂？喂，你好。请问你是哪位？你是不是陈？对，我是。请问你是哪一位？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是之前海南那一边的吗？还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哪里的不重要，我只是负责给你传话的。我希望你配合，如果你不配合工作，我们就会上门对你进行执行。啊，你要上门来强制执行？执行？你要强制执行上门抓我？你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你，所以我希望你配合。你上门执行去抓我，你怎么来抓我？你不配合工作，我们当然要抓你啊。我跟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联系。我不知道。现在网络都是实名制的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！你如果遵纪守法，我们谁会去抓你呢？那你怎么来抓我嘛？我刚问了。我先问你，你配合还是不配合？你来抓我啊？我想问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你怎么来抓我？怎么抓你？对啊。你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，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，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，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。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，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。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啊，你要不要沟通？你们有没有搞错？法律赋予你们的权限让你们去抓人民吗？我觉得你们啊，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技术肯定很强的，但是你们还没发现我在哪个位置发的，不管是朋友圈还是一些文章，你不知道我在中国哪个位置吗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做得到的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哪个位置？我就问一问你。你在哪个位置？你不用我说，你都知道，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能找得到你。我现在给你打电话，我是要求你，你只要配合删除掉你朋友圈的那些不当言论。我想啊，你除了微信，我相信你也在其他平台都有发过，但现在我们要求你就全部删除。你如果删除了，我们就没必要上升到追究你的责任了，你明白吗？追究我的责任？你们之前不是追究过了吗？我的银行卡、银行账户都被你们追究过了，你说就不用追究我的责任？你们都追究过了啊，所以你们就不，你们，我想问你们是不是之前找过的那些国安部门呢？连我现在的位置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的那些部门，你是不是之前的那些部门的？啊？我们之前找没找过你？你心里会清楚，但是我现在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之前的那？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之前的那些部门，就是冻结我存款呢、啊？跟那之前的事情相不相关？还是说只是找微信这一次我发了一些什么支持新疆人民啊，那些包括上海的那些事，是不是因为这件事，还是说跟之前的也有关？我想问一下。
你是说之前你也有被我们找过？哈哈，对对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应该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一个部门的。对对对，警察同志，我大概知道了，通过你对话，你也不知道我之前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你们这次就希望我要删朋友圈，大概知道你们的来意了。但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你们说要来强制执行，你们还不知道我在哪里吗？你最好查一查我在哪里再来抓我好不好？你的位置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你、嗯、我不管之前谁找的你、嗯、谁查的你、嗯、哼，但是这一次我给你打这个电话、嗯、哼，我是要求你删除你发布关于新疆的这些不当言论，你删除掉了我们就不再去查你具体在哪一座城市了。那我确实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删掉，因为你也说了要查我具体在哪座城市。我现在在我现在在上海市啊、我挺害怕的，我马上删。警察同志，我马上删，因为我在上海市。哇，我好怕，我赶紧去删，行不？别来抓我，求你了啊。怎么了？我希望你好好配合陈，好好配合你。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我发的那些东西，我是真心实地的为中国老百姓发声的，我为新疆人民发声的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什么这个叫不当言论？哦，去帮你们维护一些东西，那就叫正当言论，你不是扯淡吗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很尊重你，我很配合，好吗？什么叫扯淡？我请你说话，注意你的语气。OK， 我错了，我是说，那什么叫不正当言论呢？对吧？什么叫不当言论？我就他妈，sorry， 我就他，我干你娘！我就支持新疆人民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支持新疆。我再次警告你，说话挺自重。OK。关于什么是不是正当不当言论，嗯、政府会有相应的文件评判发布文件。哦，对， okay. 政府会有。OK， 相信。你们肯定有啊！你们第一时间就开了发布会，你们肯定有的。现在我再次最后一次的警告你，我希望你把你在网络上发表关于新疆以及其他的不当言论立即删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操，电话挂了。我操，好吧，后果自负。他电话挂了，我操。好吧，我考虑一下，真的有没有必要去删除这个微信了？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惹出一些麻烦出来。我微信确实发了很多的这些东西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微信哈，朋友圈。我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。我刚刚删掉了很多，因为我的还是有些担心吧。我其实删掉了蛮多东西，哦，都删掉了。我基本上其实在他打来之前，因为感觉平常不会有警察的那个，我查到是警察的号码，公安那边，而且是座机打过来的，我觉得平常应该不会找我，肯定是有事。我就立马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嘛，我毕竟还是国内的有一些朋友啊家人啊，所以说有时候也听话一点，然后就把那些都删掉了。其实我也没反对什么东西，我就是帮忙转发了今天发生的很多大学啊大学生发生的那些东西。但是呢，我微信好像也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出现的问题就是就是中国国内的微信他看不到我的朋友圈，都屏蔽掉了。这是我跟我的一个李老师我的一个高中的老师的聊天的对话，他都看不到。然后我问了一下海外的微信用户，譬如说美国的一些朋友，他们能不能看得到，他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我后来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特地为此发的，我说还能看见我朋友圈的朋友请按赞让我知道。然后
所有按赞的这些朋友都不是在中国的微信用户，都是在海外的，对，所以只有他们看到这上面清一色的都是美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、台湾的这些海外的微信用户，中国的人现在看不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了。他们看到我微信的朋友圈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让一些中国的朋友给我截图了，是什么样的？那这个朋友截图给我看了。我不知道这是腾讯部门，就是微信公司部门给我禁止的，还是公安的力量介入的。但我觉得腾讯的也有很大可能，就是腾讯他妈的他自己弄的也有可能。他今天因为全中国有那么多事情嘛，那么多抗争啊，他肯定腾讯也有可能是腾讯的。如果不是腾讯，这个傻逼的公安为什么要打电话过来？他直接在后台弄不就好了嘛？所以说。我觉得公安打电话，首先第一，他也是要你删掉这个东西；第二，其实公安有这个直接有这个强制的能力让腾讯去删；第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公安他打电话有其他的一个意味，他首先可以起到一个震慑、威慑、恐吓的作用，杀鸡儆猴看。所以说，如果很多人都收到这样的恐吓电话的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很害怕的。你不要觉得一些海外的其他国家的，像是台湾人，你会觉得啊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或者是因为。像是你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，你们不知道这种恐怖，所以大家如果说到像来自像政府这样的权力，公安警察这种权力去直接去威吓你的话，大家都是很害怕的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很多人可能接到这种电话之后啊，可能就内心的去发声了，发出那种无声的发声，那么就没有意义，所以就达到这些公安的他们的那个目的了。所以他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恐吓人民。我觉得 OK， 我本来是要睡觉的，其实我这里已经是天亮了，并不是晚上要录的，我往常都是晚上去录的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是早上了。我本来是凌晨是要睡觉的，然后一直收到这样的电话，然后微信也出现了异常，我才没有睡。然后呢这通电话来了，我就赶紧去把这个电话直接录下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，所以而且我相信这件事不简单于此于我一个人身上，我相信此时此刻不管从白天到黑夜，全中国有很多人都会收到这样的一则不管是简讯还是来电也好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恐吓来电，恐吓中国人民，恐吓中国人发出声音的力量啊。最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加油，台湾加油，中国人民站起来加油。